我们看这一题哦，他说 h 1取6 2取6到6取6等于多少，我这用那个 c 把它展开了，这是 c 6取6加上多少 c 7取6加多少 c 8取6再加 c 9取6加 c 10取6加 c 11取6啊，这个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c， 这个好 c 7取7啊，那这个可以合并啊， c 7取7的话等于到等于是 c 8取多少呢，可以看成 c 7取6加上 c 7取7，这合并等于多少，等于是 c 8取七啊，哦，七八取七，啊，七八取七再跟这个合并啊，再跟那个七八取六合并，这合并起来变了，变成是七九取多少呢？取七，那七九取七再跟呢七九取六合并嘛，七九取六合并，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七十呢？取多少呢？取八，七十取八，不对，应该七十取七的，七十取七，好，那七十取七哈，七十取七，再跟多少呢？七十取六合并的，哦，这是巴斯卡定理，但是七十一取七。啊 ，c 十一取七哈，再跟 c 十一取六合并嘛，就变成 c 十二呢取七，所以最后答案是 c 十二取七。那 c 十二取七等于多少？我们看这个十二哈，取七，七百九十二，所以的答案是792。